其实啊，我之前劝过你一回，啊，这回你又把我妹妹救，我知道你从根儿上就不是个坏人，秦毅那儿不能再待了。干爹对我有恩，我不能不义。你跟着他，你就等于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。哥，哥，哥。不想跟你对立。嗯。可是，但是，嗯。我和你不一样啊。